我已经好久没有吃饱了，谢小涵。看到应援车上餐点和饮料，让演员纪言凯逗趣上前抢食。女星周小涵即将过38岁生日，仍在拍摄她特地准备餐车应援。蛮喜欢的，因为狮子座呢就是喜欢热闹，所以比起在家里孤孤单单的度过，或者是然后一个人，然后跟几个朋友，就是来剧组欢乐热闹一下，是我自己不喜欢的。不止应援车，还有两个超大背板。 周小涵透露，这次是他工作中办的最盛大的一场生日，邀请演员、工作人员还有粉丝到场同乐。而8月8号生日当天和父亲节撞期，他这么说：“我爸如果没有生出我这个小孩，他也没有办法过这个父亲节。所以呢，他也是生了我呢，才会有8月8号可以过。我爸也是狮子座，他是8月2号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8月2号会先过他的生日加父亲节，那8月8号就是我的生日。” 父女有默契的互帮对方过生日，正在演八点档周小涵曝光最想念这个角色。怎么那么巧啊？这位美女，请你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叫的这么亲热好吗？我知道我很帅，但是我有我的矜持跟底线，我不让女生随便搭讪。啊？我觉得只有他 hold 得住这个一人分饰两角的这个部分，但是呢？ 最近曾定一都没有出现，所以我有点想念他，在跟编剧喊话。周小涵、杨明威是第三次合作，大赞对方是天生的喜剧演员。周小涵被问到主题曲 MV 舞蹈版，不擅长跳舞的他，喊话小老师郑丰毅和赖雅琪能教自己。观众也期待吴嘉丽老师的精彩舞姿。TVBS 新闻，尚明、郑章、启云台北报道。 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